还用录影的。你是玩小小姨娘？我叫你啊。还有小的，还有偶尔小的，有小的。那我切开。我这颗汤圆吃下去，可能这颗汤圆。好，我打这样子叫雪亮天了。那我觉得我这样，我觉得雪亮天比较会比较好吃。竟然生意那么好。加油啊！比桂冠还较好。嗯，拜托，桂冠是它是做工厂做好，你还要自己煮的。这一碗多少？四五啊。四五啊。四五价钱就跟一般刨冰是一样的。现在刨冰不是也卖45块？刨冰已经这个50-60了。在50-60岁，它这个其实跟刨冰价钱差不多了。对，便宜，它便宜一点点。可是原则上，冰下去还是变冰的。对啊，用下去只是有一点点小热。对啊。微微。大部分跟刨冰还是一样，所以基本上它的汤圆是这样，汤圆是比较湿润的而已。没有，就是它没有刨冰那么热，没有刨冰那么冷。现在融合比较快。像我，本来今天有找那个麻糬，然后好像是刚好在今天它就是9份。汤圆好一颗，汤圆好一颗还是两颗？你吃几颗？我今天吃一颗，我今天吃一颗，才一颗而已啊。整体吃起来还可以啊，跟那个刨冰差不多，里面比刨冰温一点。通常毕业后一年没有联络之后，应该很少，不太可能会再联络。太久了，就是如果跟他没有继续聊天，然后就以前没见过的话，就是稍微不会再联络。
很奇怪。哦、嗯。会有。哎、嗯，我另外一只只狗啊，你买自己只狗。以前就有，这边这家就有卖了。这家开很久。以前爸爸在这里念书，他才知道。有啊，他刚刚有讲啊，以前那么大一碗。没有，一直吃，有聊天，然后我就这样。他先回来，他就回来。